PassionTimes.hk.翻到嚟逢星期五晚嘅百鬼夜吟啊！有阿 wing 同埋夏师傅，今日又系星期五晚啊！系咯，喺咁早嘅时候咧，首先呼吁咗一样嘢先，第一节可以打电话嚟玩塔罗牌噶。塔罗牌系咯，咁样咧，另外咧，因为啱啱节目前咧就出紧呢个三代桥嗰个广告嘅，系喎，其实我一路都。自从佢出咗之后咧，其实我最近呢个礼拜啦，多咗时间去顶间嘛，所以成日都听嘅时候，中间有广告噶嘛，而家广告系会播翻噶嘛。啊，系啊，系啊。我有个疑团啊，突然间，但系我其实喺 check one 讲过嘅好多几次，但系好似其他日间嘅观众都唔觉得有啦。我亦都唔知嗱，我首先聲明啊，我唔知係咪專登整咗聲效落去㗎。戴頭盔係啊，如果真係有聲效嘅話，係即係我聽係冇問題啦。啊，係喎，你聽就冇問題喎。係咯，聽得到係冇問題啊。但係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我就好有疑團嘅就係、是、法子喺度講二一三一四嘅。二一三一四。然之後講咗兩轉啊嘛，咁啊。二一三一四。阿Joey就話佢咩嘛？唔識人問啊，跟住話我嚟長進啊嘛。係咯，我嚟長進嘛。跟住嗰一下二一三一五噶嘛。哦，系啊，第三下咪二一三一五。然之后嗰个音乐系静咗噶嘛，然之后阿 Joey 行开咗有啲脚步声，突突突。系啊系啊系啊。喺呢度翻嚟之前，阿 Joey 讲你讲咩话之前，系有一下嗰啲咁样嘅笑声噶，好沉。系噶咩？我唔知系咪真系现场有录到有人笑偷笑啊，定系原本条片加咗啊？嗱，這個疑團我真係我喺 chat room 咪已經問過，有人解答你？冇啊，反而俾人話我係咪製造靈異？但係chat room 嗱，我而家順便測試下大家聽唔聽到。舉下師傅講呢、這個，大家聽唔聽到咧？嗰下笑聲係咯，有下其實一定係錄咗嘅，但係我覺得好詭異啫，因為佢嗰下都幾似我過往喺啲靈異節目聽到所謂怪聲嗰種低沉嘅因為咧我唔係好聽到，因為我次次都聽到突突突就已經話咩話咯喎。係啊，咩話之前咧？唔係你講咩話之前咧？其實係有一個我就聽到腳步聲咯，我聽唔到你講腳步聲之間應該係有一下咁樣嘅係低沉嘅。嗱，我再測試 chat room， 有冇人聽到？其實有冇人聽我哋噶？而家冇人喐嘅 chat room， 係咯，得洗一卡啫喎。係咯，我哋冇曬人嘅觀眾啦。係咯，係咯，我哋又冇曬人嘅觀眾啦。但係佢哋可能真係估唔到，我哋係十一點半已經開咗啦。咁啦，大鑊。我系咪冇晒人嘅观众啦？已经咁喺十一点半时嘅时候，我亦都觉趁呢个时间讲翻嗱，即系头先嗰个疑团以外啦，我讲翻一单灵异小新闻先。咩啊？你有灵异小新闻？系啊，喺台湾咧有个女仔，就喺13号嗰度咧，喺呢个外卖员的奇闻怪事嗰度出咗一个 post 啊，就表示咧接到订单之后咧。即系个顾客会用信息。七叔出现啦！咩七叔？系咪七叔嚟噶呢个？系啊系啊！喂，七叔，你快啲解答夏师傅嗰、那个系咪真系有噶？嗱，细声答系有啦。佢即系呢个观众系听到，我唔知嗱，七叔你可唔可以答我？你制作单位喎、哦？系咧，你制作单位定系剪片嗰度系咪有只有声效噶？系咯，系咪喺？总言之，嗱有人答唔觉、哦。法子講以為後台有工作人員笑，嗱，肯定我聽冇聽錯係有笑聲嘅。究竟係員工笑啊，定係聲效咧？總言之係二一三一五之後同阿 Joey 講呢、這個咩話？你講咩話之間咧，嗰啲腳步聲嗰度咧有咁樣嘅。
嗱，咁我讲翻嗰单嘢啦，因为嗰单嘢系发生喺2328嘅时间。嗱，有人应我哋啦，佢话唔觉啊，平时再留意一下先。好啊。咁嗰、那个有个女仔啦，喺我即系 Facebook 嘅 group 啦，就外卖员的奇闻怪事嗰度出咗个 post。佢表示咧，即系接咗嗰个单去送去嘅时候咧，然之后个顾客通知佢要送去边层楼喎。咁佢话系咯，可唔可以帮我送到九楼啊？然之后咧，但系送去九楼之后咧，留咗一句，但电梯里有鬼。咩系个你图嗰啲嚟噶？是啊是啊，是不是可以出第一张图？可以都可以出咗图先，系咯、啊，即系佢写住可以麻烦帮我送上九楼嘛？但电梯里有鬼，然之后仲要讲不要怕。咁然之后嗰个送紧外卖嗰、那个啊，佢就话我很怕、啊。然之后咧，第二张图啊，跟住佢，佢就话接住第二张啦，唔紧要。即系唔好坐第一台就好啦，系咯，佢就话唔好。阿弥陀佛，系啊，阿弥陀佛，系咯。野人得，我哋翻嚟先，继续讲呢个故仔先。然之后跟住佢话咩话我而家真系好惊，可唔可以唔即系应该系点样？佢话睇先，因为我睇唔翻，我再睇翻嗰张大啲嘅先。啊、我可唔可以唔上嚟啊？因为我嘅体质一定会撞到啊！系咯、啊，咁然之后佢第三张噶咯，即系啊，第三张佢话咁啊，嗰、那个人话可唔可以将佢自己搭 lift 上九楼啊？然之后系啦，佢话、啊、其实叫俾管理员系啦，开啊俾管理员，然之后佢就好的咁。然之后咧出咗呢个 post 嘅时候咧，好多人回应佢会唔会嗰个系本身系嘅女鬼嚟？自私。又有人问佢咁点解你即系俾咗管理员有冇喺度等暗角睇下边个嚟收噶？即系报佢啊？系咯系咯系咯系。哦，咁样样。系啊。其实就是一单即系有啲人就话佢都好勇敢，咁因为突然间咁样话俾佢听有咩嘛，有鬼嘛，系咯，都几大整蛊啊！即系你突然间接到个即系送上去，佢话俾你听个电梯有鬼，真系大镬，仲要话你唔坐第一边个位？我就话嗱你讲多次系嘛？讲多次系咯，嗱發展講咗兩次，發展講咗兩，係二一三二一四，然之後講咗第最後嗰次講二一三一五，係啦，二一三一五噶嘛，咁然之後阿Joey行開咗有啲腳步聲，突啦，跟住嗰下就已經有咁樣嘅聲噶啦，跟住先至Joey講你講咩話，係啦，翻轉頭就講你講咩話，就係呢個中間嗰個位係咪啊？係啦係啦，但其實我就唔覺得聽到嘅，係有留意。是有啲聲㗎，但係咧有現場嘅演員話現場冇人笑喎。係咯係咯係咯，其實呢個疑問我停咗成個禮拜㗎啦。但係製作單位唔應你喎。係咯，我就喺度諗會唔會專登整啲聲效咧，因為又可以㗎嘛，因為佢嗰度之前咁詭異嗰鋪排嗰氣氛，但係嗰度啱啱又係即刻冇咗 background music 嘅喎。是啊，所以我才这么听得到那一下嘛。而过往我可以告诉你，我过往几次说电台啊网台啊听啲灵异节目听到那些哼哼声类似的，所以我感觉唔通咁得意专登整个咁嘅声落嚟咁样。但系嗱，头先窗系有人话听到啦，有笑声噶嘛，亦都有人好似我咁冇留意啦。咁大家可以呢个礼拜继续留意啊！系咯系咯系咯，因为而家嘅一转广告就会播噶啦。系咯，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或者自己特登 click 上 YouTube 去睇。系咯系咯，click 上 YouTube 去睇，刷下 view 啦。系啊，我听到噶。
好清楚啊！我真的覺得，係、okay. 大家一齊喺度刷下 view 咯，順便刷下 view。係啦，係啦，係啦，上 YouTube 研究下。關阿、啊、關總擺咗條 link 上去。係咯，唔知誒，因為而家 YouTube 有個剪位噶嘛，唔知可唔可以一頭一尾啱啱嗰個位剪咗，大家走去聽咧。嗯，系咯，我冇用过啊，但系我知道可以 cut 个位。睇关总做唔做到啊？我觉得关总做到嘅，系咯，啲声音位啊，好过瘾啊！系啊，系啊，系啊。咁啊，其实咁就啱啱嗰单外卖嘅新闻咧，就只不过因为咁啱日我哋都可以11:30前出到，所以嗱嗱声都讲咗佢咁解嘅。都系蚀时间嘅。唔係，我覺得幾得意啊，同埋其實唔係啦，係搞笑嘅。有人研究嗰棟嘢咧，係咦觀眾喎，係有喎，係咪咧？我唔係聽錯噶，我唔係係咯。好，我哋誠意邀請製作人員回答我哋。係啦係啦，七叔喺度噶，頭先係啦，你可以聽翻究竟係係唔係咁樣？係啦，七叔只要答 yes or no。係咯，你係咪加咗聲效落去咧？咁樣係啦。如果你冇加咧，冇加咧，就係我等間講呢個小新聞啦。係咯，一陣我就再攞埋呢個廣告擺翻喺節目度播，話翻你俾你聽，拆解呢個字幕係咪啊？点啊！我嗰个小新闻啊，系啊系啊系啊，好啦，咁啊直接去我个小新闻啦。咁咧话说咧，台湾有个导演，咦，我见到制作单位应你，露系你冇加特效落去，系咯？但系嗱，我真系听到笑声嘅。嗱，而家 check 阿关总亦都答29秒嘅。嗯，咁製作單位你研究一下咩聲啦？係咯係咯，聽下究竟嗰個係現場嗰、那個後面係有個員工嘅，我唔排除佢聽完嗰度佢自己忍唔住笑。嗱，如果係咧，就好啲嘅。係咯。如果唔係咧，就係我哋台嘅廣告俾我哋有靈異環節。係咯，係咯，係咯。我冇谂过，我下一节再做翻呢个。我冇谂过，咦？我哋广告有得咁样制造九港天路啊？系啊系啊，九港天路广告啊！哎呀，哎呀，咁啊，劲喎！我冇谂过，系啊！我真系喺呢个礼拜已经有一个疑问嘅，因为突然间因为我顶间顶得多啊，所以听得多系咪？狂听啲即系开住啊嘛，一到广告时间啊，又你咁、啊，然之后，咦，好几次都觉得初头觉得系咪声效嘅，但系我越听就觉得越怪异咯，总之咁啦。望就望系后边个员工笑啊，系咯，因为后边个员工好似有系。系咯，嗱，越嚟越多回应啦。哎呀，我哋制造咗个灵异传说出嚟，开始劲啊！嗱，咁啊，关于呢啲咁嘅笑声、怪声嘅嘢咧，咁我而家讲翻个小新闻。系啦，系啦，系啦，就系点咧？关于声，冇错啦。就台湾咧有个导演叫柯曼蓉啊，之前咧佢拍咗个最新的恐怖片叫咒啊，系咁啊嚟紧，哦唔系嚟紧，原来系其实上咗，已经上咗咯，而家台湾今日3月18喺台湾上，叫咒嘅呢个恐怖片啦。咁呢个导演咧就特登为咗呢个电影整咗个片尾嘅声效嘅，咁佢翻嚟处理呢个音乐嘅时候咧，就发觉佢錄的聲音是多了聲音的，就好像我們的廣告一樣，是是怎樣多了聲音呢？我們可以給大家直接聽一下的，因為它在一個公開場合是播了這條聲音出來的。是好了，那我們直接給大家聽一下。好，現在有沒有瞄咪的？沒啊，沒
嗱咁講，嗱我哋翻嚟先，我哋講解下佢點解會播呢條聲出嚟，係佢係點講解嘅咧？咁啊，導演就話咧，其實佢純頭先嗰個聲咧，佢淨係錄咗女聲嘅啫。係。咁如果大家用耳機聽嘅話咧，就會發覺多咗把男聲嘅，係即係混入咗入去。咁後邊頭先一個好似鬼鬼地咁嘅人咧，其實係一個泰國混音師嚟嘅。佢話佢做咗呢行30年咧。系都解釋唔到點解有呢個咁嘅原因，佢覺得相當奇怪嘅。係。咁但係理論上嗰、那個導演話：我淨係錄咗女聲，係係唔明點解有男聲混入去。係。所以非常奇怪。大家如果認真聽咧，係真係聽到男聲嘅頭先嗰個。一把稍為低音啲啦，我覺得就係啦。你有興趣可以播多次嘅，少唔係我依度我聽唔清楚啊，因為我頭先自己用 headphone 先聽。其實係用 headphone 嗰、那個個機會機會率高啲嘅。我頭先用 headphone 聽就聽得係明顯聽到有兩把聲嘅啦。其實如果事實上嚟講，係啊，係完全覺得咦？你話淨係得女聲嘅，點解我會聽到男聲？係覺得用 headphone 聽係好神奇嘅。係，咁就感覺到，咦？佢係咪錄咗啲古怪入去咧？就好似我哋嘅廣告咁錄咗啲。但係我又咁講喎，如果根據我過往都聽唔少啲怪聲嘅嘢，其實對於怪聲嚟講，即係喺靈異節目嗰啲基本上都好濕濕碎噶啦，已經。是啊，我都覺得濕濕碎噶，其實理論上，但我自己直播，我自己聽過就通常啲怪聲都係會係喺聲與聲之間接住中間突然間有啲詭異嘅情況嘅啫，好多時都係即係類似就呵呵之類嗰啲喺中兩個字中間啊插一插出嚟啊，佢好少好似呢段咁樣咁同步嘅咯。系，咁都有啲同步嘅，大家可以我播多次俾大家听下。咧佢中間有一度嗰現場有人講咗嘢，係啦。如果佢攝嗰個另外嗰個男人冇講嘢，嗰個聲就另一個聲嚟嘅。係啊，佢講嘢嗰下咧，我唔知佢係咪再聽到第二啲聲，但我就聽唔到啦。係啦，我就前頭聽唔到啦。佢嗰度有反應，我又覺得奇怪啲咯。係啊，比較怪啲咯。但係咧，有人有拆解話，師傅原來佢話係點樣咧？是覺得是嗱呢啲好學術嘅專業分析，所以我直讀，有啲人玩音響，我係唔識音響嘅，同埋佢係做電腦音效嗰啲啊嘛，係啦，所以我係唔識嘅，所以我直讀，佢就話出現嘅低音嘅吟唱咧，係音頻同埋換氣時間點完全對等，係咯，佢話正常嘅合聲係唔可能做到嘅，所以呢個係運算產生出嚟嘅。是啦，他是这样说的，而且最高音的部分就会突然消失，因为超过频率的响应设置的范围，所以呢他只是一个低的共鸣，就不是灵异事件。是我听到挺合理，这个专业的分析，而我是不知道他说的什么。 我明白了，我听得到他说的，就是某一个 frequency 的话呢，就会出现了低音的声同步出现了，是因为他那个設定的問題嚟嘅，佢講。但係當佢嗰個 frequency 高過某個階段咧，嗰把聲就冇咗啦。所以佢中間其實你聽清楚嘅話，佢頭尾咧中間有一段係冇咗噶。哦，咁你咁講又似係喎。嚇、啊！即係佢嗰個解釋，我聽得到佢講係成段音係咩意思啊嘛。咁都係，所以我其實啱啱聽，我係聽到兩字聲啦。咁之餘咧，我就係話根據過往我聽到呢啲靈異嘅聲咧，嚇、啊、都唔會係咁樣同步出現咯。通常都係突地吉一下聲咁樣嚇、啊，或者喺嗰度咧係會專登有啲好唔同嘅聲咯。
就好似我哋个广告咁啦。系咯，死火，我系咁做个广告。系啊，真系嘅，真系嘅，所以我都想解決我呢個疑問啊！究竟大七叔好似唔係好唔係，但係肯定而家都仲可以咁講，因為的而且確嗰個位置係會見到現場有人嘅嚇、啊，有個員工喺度嘅。如果啲工作人員或者演員話俾我聽，局限係冇其他人嘅，咁就大鑊。係咪佢影到噶嘛？咁佢係啦，好彩啫，係忍唔住、有啲。聲漏咗出嚟，可能真係錄咗咧。係啦，咁就正常嘅。但係如果佢哋話俾我聽冇嗰個員工嘅喎，咁我就好驚。如果連嗰個員工都唔存在，就突然驚啦。係咯，如果連嗱冇員工啦，冇背後工作人員啦，得拍攝同埋嗰幾個演員，跟住冇其他人啦，就有嗰個聲啦，咁我就驚啦。係啊，然之後七叔話我冇揾啲聲落去喎，咁而家七叔咪話冇揾聲咯。係啊，我咪話七叔冇揾聲咯，又冇又排除曬，但係而家唔係咁有嗰啲人嘅。係啊係啊，只不過嗰下聲其實好核突噶。嗯，嗱、啊、望就望係真人，我繼續係咁講。係咯係咯係，我唔想我哋製造咗個靈異廣告出嚟。咁冇嘅，咁啱得咁巧嘅，阿彌陀佛咯。嗱嗱，都系咁讲嘅，灵异广告嘅嘢咧，就可遇不可求嘅。系咯系咯，系唔会你做到嘅，做到你都系好似头先咁，你会听到一啲可以解释到嘅声嘅。系，好似头先嗰段有。有你唔系，其实而家都可以解释到噶，有机会解释到，就系、是、我头先讲嗰个员工局系。系啦，我哋嗰个就系员工嗰个咯。有機會係，而人哋嗰個就係嗰個聲嗰個頻率嘅問題。即係佢嗰段聲咧，因為經過電腦啊，係咯，純粹經過電腦。其實佢如果唔係電腦嘅話，唔會出現呢種同頻率嘅嘢。係咯，係咯，係咯。不過嗱，咁又有咁又咁講，佢咁樣齋哼嗰個女聲咧，都有啲恐怖嘅。我自己覺得好似係邊首歌嚟嘅。我因為我有印象，咦？我哋咁樣哼完同埋播完，我哋會黃標？唔會噶啦，我唔知喎、啊。你知 YouTube 啲演算法噶啦。哦，咁樣都得啊？咁頭先都已經咩噶啦？你播咗聲就已經會噶啦。如果係係啊，我唔知道會唔會黃標咯，就係、是、話。係啊，我真係好似某出戲噶喎，唔係某首歌嚟喎，咁啊嘛。我仲記得我大鑊，我聽過啱啱聽過兩三次啫嘛，唔知道會黃標啦嚇、啊。好啦，咁啊，第一節我哋係咁多先啦。俾啲時間大家聽下廣告，同一時間俾啲時間可以課金或者俾 Sion 我哋去三代橋食嘢嘅。係啊係啊係啊，我上個禮拜六去嘅。我呢排 work from home 成日買外賣嘅，因為落樓下好快。係係啦，好啦，嗱，俾大家。拆解多次廣告，係咪真係有啦？係啊，好，下節再講。